Hello, Air Hong Kong 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系悟空人。今日咧，我要嚟挑战 challenge 咩？我都唔知道。随便啦，开始。40岁之前系夜宴日，那40岁之后咧，奇怪啊，好早起身啊，系啊，瞓觉差唔多6-7个钟瞓就够啦，冇得选，系，因为演员我都系，边个剧本好就中意边个就拍边个咯。我话你冇笑我，其实呢，我是那种睡衣直接出门的人，你知唔知咩意思？我穿什么睡觉，可能我隔天就穿那个出门。因为我很少去出去玩啊、吃饭啊、去逛街啊，我都是穿着那个衣服去拍戏。对，我只有家跟拍戏的路上，很少出去在行街啊。对，很少。我中意，这个是大袋是吗？系，我中意大袋，因为大袋可以放好多嘢去里面。因为我自己冇经理人，系啊，所以去拍戏嘅时候咧，要剧本，同埋要好多保健食品，还有笔啊、钥匙啊，什么都要放里面。对，所以要把自己照顾好，所以我需要一个大的袋子。需要睇今日要做咩啊？如果是今天去 WK Party 的作好看一点，如果是去逛街啦，去过生活，可能就穿舒服。今天的造型是 Burberry 秋冬的新的 design， 是新的设计。那我很喜欢身上这个毛衣啊，英国的玫瑰花，所以就是在很小的细节里面添加一些小趣味。那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年纪也比较稍微成熟一点，我反而觉得像这种小趣味我自己穿得很开心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这样子穿既舒服又有设计。那我也很喜欢像 Burberry 他最新的包包啊，那就现在也就是背着，那里面就可以装很多东西。你不觉得他的金属设计非常美吗？太高啊，那个啊，非常靓啊！哇，有点太夸张了，对不起，因为我讲广东话很容易，有一啲搞笑啊。12月7日，我有一部电影喺香港可以睇得到，叫《富都青年》，希望大家会中意，会电影院睇下。呢部好感人嘅电影啦，